係時候大家都好心急，好想見下我哋今年嘅參賽者啦嘛。不如呢刻即刻睇睇佢哋嘅相先啦。好啦，熒光幕咧就顯示咗我哋26位佳麗嘅靚相啦。其實呢啲相咧都係佢哋自己揀出嚟，自認為咧係最靚嘅一張相嘅。不如問下我哋嘅評判團先啦，問下志偉哥，我知道你哋之前兩輪嘅面試咧都已經見過佢哋幾次嘅啦嘛。今次啊睇翻相之後啦，有冇邊啲係特別唔認得嘅呢？特別唔認得，應該唔會啦啩。今日最想見嘅就係、是。又變咗有咩變身嘅第三輪啦？因為咧，每一次見佢哋都有進步嘅。好，不如問下我哋嘅專業評判團先啦。好，問下陳家榕 Eunice 先啦。邊一個你覺得暫時睇落去，哇，好 sharp 嘅，你覺得好有印象嘅係？其實我幾中意八號，有啲古典女神味嘅喎呢個係。係啦，個 feel 達，張相就係咁樣啊，但要睇翻真人係咪咁嘅樣？因為唔知道有冇 P 圖噶嘛。係。因為而家 P 圖都係常識嚟噶嘛。冇錯。好，咁我問下我哋嘅專業攝影師啦 ，Raymond。佢好多好靚啊！但係咧，一張相咧都係個平面嚟嘅啫。其實我真人咧先係最緊要嘅，個氣質喺真人度發揮出嚟噶嘛。即係最緊要睇立體。好期待啊！好期待啊！好啦，最後問下我哋兩位師姐 Lisa 同埋何佩嘉。我好中意57。57號，我中意金頭髮嘅。因為個頭髮係 blonde 咧，佢個個都係黑色或者啡色嘅頭髮，所以佢好突出嘅。睇相就未為真啦嘛，有可能睇相係女神出嚟就變咗外星人，你都唔知噶嘛，嗰啲係咪先？所以呢一刻咧，我哋事不宜遲啦，不如有請我哋面試編號1號嘅參賽者出場啊！大家可以根據第一次見面嘅感覺評分嘅，最高分係有10分，最低分係1分。我哋掌聲歡迎第一位嘅面試參賽者出場，1號嘅高依婷 Venus。Hello， 思怡，各位評判你哋好，我個名叫做高依婷 Venus。今年25歲，我在澳洲的大學畢業，讀音樂系的，而家任職一名瑜伽教練。你有冇覺得自己唔夠高啊？我覺得唔夠高，但我身材有其他優點嘅，身材比例都好好，係啊。暫時 OK， 談吐都幾大方自然嘅，但係仲爭少少，唔係咁好。爭少少咩唔係咁好呢？唔夠自信。哇！你啲觀眾評判好犀利㗎，高質素，俾啲掌聲你先。樣嘢都嚇好到 point 啊！我想問 Venus， 你係咪平時好少著高踭鞋嘅？係啊，比較少咯。你其實你身高唔係好高啊，就係你又唔肯著高踭鞋，咁咪點解咧？因為平時我係教瑜伽嘅，所以都係著運動服比較多啦。不過我會為咗香港小姐，一定會努力練習嘅。好，跟住有請面試編號2號嘅 Debbie 梁善琪出場，有請。思怡，各位評判你們好，我是2號梁善琪 Debbie， 今年24歲，在美國的紐約哥倫比亞大學主修就是計算機科學和環境生物學，在大學的時期就去過加納和巴拿馬為本地人建築水井和提供醫療服務。我之前在美國參加過2個選美比賽，咁好幸運咁攞得最上鏡同埋總冠軍，多謝。好，跟住落嚟有請另一位嘅面試參賽者，3號嘅 Jenny 姜依玲。大家好，我叫姜依玲 Jenny， 今年23歲，而家都係學生，讀緊 Master。我 part time 都係做緊 model， 係小紅書同埋抖音分享自己嘅香港生活。我知道我而家嘅廣東話唔係幾好，但係我去盡自己最大嘅努力。去學習廣東話，多謝。跟住有請下一位嘅參賽者，5號嘅陳曉彤 Cindy。各位評判、各位觀眾，大家好，我係 Cindy 陳曉彤，今年26歲，就讀 UBC， 主修鋼琴演奏，就讀音樂碩士。今次好開心可以喺温哥華翻嚟，將我以往喺華姐學到嘅經驗帶上呢一個舞台，令大家眼前一亮，多謝。跟住有请下一位嘅参赛者，7號嘅黄怡然 Lin。大家好，我系7號黄怡然，我嘅英文名系 Lin， 而家系 BU Year 3嘅学生，21歲，同埋因为博主，今次系第一次参加选美，真系有好多第一次，真系第一次唱坐高，真系第一次。做 bikini， 所以好開心喺呢度見到大家。頭先嘅自我介紹練咗幾多次啊？多一次啊！大家好，我係黃怡然。佢重新一講咁次啊！佢而家練係第345次。我問你練咗幾多次啫？啊，好多次啊，數唔清。數唔清啊？係。如果俾你喺香港小姐，你攞到名銜之後，你會繼續讀書啊？因為你會想佢做啲第啲發展咧？
我覺得我都想要先finish我的學業，同埋我的 career plan 是 integrated communication management。我 management 係，我 management 咁你啱啦，坐我個位啦，你可以翻嚟。可以咩？可以可以。平台台的總經理都可以，真係好想坐呢度。跟住我請下一位嘅面試參賽者出場，有八號嘅黃敏慈。大家好，我叫黃敏慈 ，Level 八號。我是一個學生，而家就讀於中央戲劇學院。我細個時候喺新加坡長大，而家翻咗北京讀大學。頭先見到一眼好 sharp 嘅你張相，咁但係因為我真係要見下真人先知道有冇照片呢件事。真人可能是比較冇張相咁 sharp 啦，但係今日都係造型好靚嘅。修圖呢個係肯定係有嘅，好正常係。我記得你係香港人嚟㗎係嘛？係。你嘅母語係英文、普通話同埋英文係。OK， 咁你而家你覺得你自己廣東話完全聽得懂曬嘅？聽得懂曬，但係就我有好多詞，我唔知點講出嚟。OK， 好，唔該曬，阿豪嘅 Thank you， 多謝。跟住我請下一位嘅參加者出場，佢係十一號嘅 Lea。大家好，我係十一號何以文 Lea， 今年23歲，畢業於上海戲劇學院嘅表演系。我平時會幫助流浪動物翻屋企同埋主人，好緊張啊！對唔住啊！唔使緊張，係三次出嚟都係講我13歲，次次都講13歲。14我就係13，今年13歲。13歲。佢俾我印象好深嘅，因為佢一講動物咧就好 emotion 嘅。我想問一下咧，一般話你似黃祖賢咧，你覺得你同黃祖賢有啲咩相似嘅地方？可能我哋嘅眼睛都好 emotional。好，跟住有請另一位嘅參加者出場，有13號嘅莊子璇 Hillary。Hello， 大家好，我是13號莊子璇 Hillary。咁我而家係一名學生啦，我喺香港大學讀緊營養學嘅。咁我希望可以喺今次香港小姐呢個比賽中啦，可以獲得自信同埋勇氣。多謝。跟住有請下一位嘅參賽者出場，佢係16號嘅 Nicole 梁晶晶。Hello， 評審員、觀眾，你大家好，我是16號梁晶晶。我啱啱喺紐西蘭畢業，依家做緊室內設計喺媽咪公司嗰度做。我嘅嗜好係睇劇同埋彈琴。佢張相真係好靚，但係佢真人咧，可能攝影嘅角度咧，係可以捉到佢靚嗰一面咯。係，如果佢正面咧，可能要靠少少燈光啊，或者化妝會幫到。因為佢其實個輪廓都幾出。行出嚟咧，對眼就真係哇！出嚟好自信，好淡定。我覺得佢好靚，同埋好 sweet。佢呢個 image 咧就啱過今日嗰個造型嘅。我覺得呢幾個都係我嘅心水。喺呢刻，我哋第一個環節嘅 top 5嘅分數咧已經有咗啦。名次方面有呢5位。接下來的參加者18號的黃詠嘉 Jessica。 大家好，我是18號黃詠嘉 Jessica， 我今年22歲，剛剛在加拿大回來。我平時喜歡打網球、讀書和做運動。那你覺得你現在的信心有多少？那7分。7分？你覺得你的3分是差了什麼？可能不夠靚的。哦，你覺得自己不夠靚。那你最滿意自己什麼地方？个面咯。咁你话唔够靓，但系你个面又好满意咁。OK。选美呢个活动咧，其实系要俾多啲信心自己嘅。咁你自己都唔相信自己靓，咁其他人系唔会感染到你嘅气质嘅。Jessica， 其实你棚牙好靓，又白又齐。但第二樣咧，我有提過你嘅，唔好成日將啲頭髮遮住你個隻眼，因為我哋睇唔啲，你兩邊嘅隻眼咧，我睇咗一半嘅啫。就因為你缺乏信心啊，你俾翻個額頭我哋睇。冇意思啊，頭髮唔中意聽話嘅。
唔中意聽話，唔中意聽，嚇好多唔緊要，頭髮唔聽話，聽到未？唔中意聽話，中意聽話。咁幾時先會聽話咧？頭髮唔聽話啫，個人聽話咪得咯。OK，OK，Thank you， 唔該曬。跟住有請19號嘅 Kiki 林義珍。各位评审，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19号 Kiki， 我是神岛人。我现各位 YouTube 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Kelly 张希文，我是陈豪，我是袁威豪，我是何依婷，即刻 subscribe 呢个 YouTube channel， 收睇 TVB 精选剧集精华啦。中意埋呢条片，记得like 同埋 share 啊！